我现在来到的是天宝山海游馆，从凯悦饭店搭电车来的。那这里的 illumination 非常漂亮。后面就是天宝山缆车，不是缆车啦，他们日本人叫大观缆车，我们叫摩天轮。哇，那待会要去吃自由轩。超漂亮的哦。弟弟，你好。